这堂课还剩下一点时间，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各位同学梦想吧。我的梦想是当一个棒球国手，在球场上挥洒着汗水，与队友们一起为国争光。我的梦想是环游各地，体验不同的风俗民情，欣赏这世界的美。我想当一个艺术家，透过双眼用手中的画笔记录身边美好的一切。我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，带领伙伴们迈向世界舞台。哇，看起来不错哎！我问他们要不要一起参加好了。那你们对于我们的队名有什么想法吗？我觉得可以用不同的梦想特质来表现啊。企业家就是策略，环游世界就是前进，棒球选手就是热情，而艺术家就是想象。策略呢，英文就是 strategy， 前进呢就是 progress， 热情呢就是 passion， 想象力呢就是 fantasy， 刚好这四个英文字里面都有 S 哎。而且这次的主题是梦想的力量，力量就是 force， 那我们可以取名叫4S force 啊。不错哎，那我们就叫做 force 吧。不但简单明了，还可以代表我们四个人的特质，又符合比赛的主题呢。First go。